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202012月8号早上11点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齁，这个是先锋服齁，然后莫塔斯的话还有两天20个小时结束试用，那旗舰探险的话要明天才可以开启第11到第20关齁。我们来看一下齁，今天是礼拜二嘛，对不对？没错齁，再过20个小时之后解锁第11关到第20关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怎么讲呢，那个新的这个奇境探险齁，元素灾变出来了齁。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分两个齁，第一个是异界迷宫齁，那异界迷宫这个深渊模式已经更新了，那正式服的话应该就是接着这个先锋服的这个深渊模式齁，因为这个深渊模式的话就是8天齁，也就是说4次异界迷宫轮一次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异界迷宫，第一个 debuff 齁，死神将至，哇，那这个就是那个死神雕像啦齁，生命低于 35% 的己方英雄 2.5 秒会被死神收割，哦，这个蛮麻烦的，像那个什么在主神试炼的时候我都会不选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真的很麻烦，所以你的血量一定要健康哦。那看来像是凤凰啊，专30的索罗斯啊，就应该是蛮有用的齁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哦，或是小羊啦，可是不能上小羊，我刚刚说的角色这一次都不能用，但是至少我们还有罗万啦齁。然后卢米书报行不行哦，然后这个哇，己方受到生命恢复效果下降 75%、我刚刚在那边说一些补血的东西，哇，这个头痛了。第三个前排英雄会放逐5秒，放逐期间不能攻击也不会被攻击，这个当然啦，对对，就不见了嘛。哇这个难呢，开场的时候哦，那这个你要抽到很好的遗物去控住，不然开场这个前排不见很恐怖好，那我们就拼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拼拼看齁，深渊模式。好，那如果是说耀光跟满血，这样配的话应该就是光弓队了吧齁，因为虚空可以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真的很恐怖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。来看看齁，正好我现在配的是这个光弓队齁。好，我们就打打看吧齁。有没有什么英雄好借啊，他这一次的这个灵魂马车，他会借给你就是相对应的这个角色，应该是啊。我们要先看好这个遗物哦，遗物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第一个战斗15秒降下圣光治疗所有友军呢，这个不错诶。闪避，好，那我决定选择这一个。然后己方受到大部分，这个还好。处于己方半场的敌军，我是用光弓，敌人其实大部分也不会过来。敌人首次使用必杀技，哇，这三个好像都不怎么样。己方受到大部分的负面效果持续时间，睡觉会早点醒来。那如果被放逐会不会早点醒来？这个是使用必杀技的时候，己方全体耶，全体耶，三秒，这个可能可以撑一下齁。好，那我决定就是第一个是拿那个可以全体补血的，然后第二个就是选择那个必杀技的齁，不知道这样好不好。好，那我们就选择使用光弓队吧，然后血量一定要健康，血量一定要健康。哎呦，还好有古王哦。不对哦，我想说有古王的话，佐拉斯应该会比古王先死。不对，被收掉了。这样不行。我看不能用女骑士，应该用光盾哦。因为女骑士的话是拼快伤嘛，对不对？那光盾可能会好一点齁。那我们就打保险一点吧。光盾齁，这个样子。有光盾在，应该这个大家血量会健康一些哦。这一次不错啊，还是索拉斯最后一个死，真麻烦。好，光盾护一下。我现在是九红家具的光弓，所以说怎么样，这个女仆都是跟那个光弓哦。
可是在这一次，在这一次这个意见迷宫，我反而希望他跟光盾哦。好，这样子看看看可不可以？好，选择这个圣光庇护。好，这个我觉得可能，是怎样？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死神画下去？那我的那个光盾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可是血量不健康。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啊，糟糕了！好，刚刚结束的时候，哇，古王还是麻烦。说不定我应该上一下哀兹。哇，那我的光盾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没有用就直接被收掉了啊！我没有光盾了。这个真的是麻烦哦。不能在这个时候就喝艾雅之类哦。好吧，上一个福克斯吧。哎呦，还好，我刚光攻差一点点血量就低于35%了。哦，被那个圣光救起来。己方半场的敌军，敌人会冲过来吗？算了，还是这个好了哈。这真的很麻烦。其实我最讨厌的那个负面状态，我觉得那个死神收割算是第一名。因为你有那个死神收割，就变成是说有一些那个什么战斗结束你会损血啊。像古王就很讨厌。古王反伤。对，尤其是你在打敌人有古王的时候，你就要放慢一点速度。免得是说古王开场的那个诅咒，再加上说他的那个反伤，如果说你没有上哀兹的话，不过这一次可以上哀兹啊。但是我的小号哀兹不是很强。啊，被蝴蝶放逐掉我的那个光弓，因为光弓实在是目标太大了齁，因为这个九红家具战力一定是最高的。那蝴蝶的这个放逐啊，福克斯的官人啊，他都优先关这个对方攻击力最高的。那我的光弓一定是攻击力最高嘛。好，拜托给我抽一个好遗物。给我抽一个决定性的强的遗物吧，第一关的遗物抽的不怎么样。抽到了高阶币，还有什么遗物咧？全体受伤下降 20%, 这个好了齁。前方这，因为我最重要是这个后排嘛，对不对？亚瑟应该是蛮壮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吧，协同战略吧。前排活的时候，后排的这个减伤是 70%。 好，这样至少我的光弓应该不用担心，就是突然莫名其妙被秒掉。好，第二个嘞，诅咒勾玉，这个不错齁，这个不错，因为我的光弓一开始射敌方都会受到伤害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开场的时候对方的血会损得很快。好，这个诅咒勾玉不错。精灵弓每15秒会射箭，一箭造成最大生命值 5% 的伤害。我觉得这个慢一点哦，应该诅咒勾玉会比较快，但是我们还要再看后面的那个遗物哦。哦，罗万的血有点危险，看一下哦，灾厄之号受到控制效果，这个跟光光开场可以配。禁魔封印这个好，敌方不能使用必杀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开场的时候等于说对方都有这个头上都有那个哀兹的那个 debuff。我的罗万我觉得血量不是很健康。罗万可以补血吗？有补血了，补血了。好，这是我朋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选择了这个。旅行商人有两个红箱子我看我的钻。小号的钻不多咯齁 ,5716。但是这个出两个我觉得我想买。好，买一下。OK, 好，再来。奈拉。又有这个佐拉斯。哇，我血量不是很健康。死掉就重来，死掉就重来。啊，是为什么？是古王吗？是不是古王的诅咒啊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哀兹有办法。可是我的哀兹应该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。他的诅咒应该去诅咒了这个哀那个福克斯了。
哇，我被斩掉了哈，因为那个奈拉拉到这个光弓了。哎，拼一下，拼一下，好，光弓躲在左下，哎，还是死掉嘞。好，那先杀女妖嘞，不行，这样子也不行。福克斯关谁？福克斯挂掉了。好啊，好吧，那就挂一个福克斯吧。好，禁魔封印。哎，我看这个一定是要喝水了。哀兹哦。好，哀兹行啊，我知道啦。第二层开始，我的那个回复的那个生命回复效果下降75%，难怪我觉得怎么感觉从第二层开始就觉得有点吃力哦。哇，你看，一只一只死掉，哇，这真的很麻烦。虚空来客，埃奇欧，狮子锁血没有用哦，狮子锁血没有用。我把光盾的脱掉，换女骑好了。好，至少多撑几关是几关吧，至少撑到第三关再使用吧。最好是不要吃到两个啦。好，女骑士上来打快哦。哦，代币又超过了哈，OK。代币超过的话，就如同我之前说的，现在兑换时间还差6天开始可以存，哦，大概三次。三次的话，我觉得大概是1万左右，哦，1万左右，那就继续买蓝肥料吧，哈。好，好，再来，女骑士的话撞，好了，继续撞这边吧。哇，挂掉了，挂掉了，挂掉了，好麻烦哦，还是挂掉了。那这个样子嘞，亚瑟挂掉了，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满血的角色的话，萨菲亚吗？可是萨菲亚有帮助吗？还是鲁米苏啊？可是我的鲁米苏不强哎。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光弓身上有那个紫紫的东西了。那个是古王的诅咒啦，哦，古王的诅咒，他会诅咒最虚弱的，所以我是不是要上一个比光弓虚弱的人啊？不行呢，他还好像还是丢，好像还是丢光弓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对啊，对啊，他还是丢光弓哎，为什么他不会丢埃兹？有点忘记了，看一下古王哦。古王的技能，这一招，生命值哦，生命值最少啊！我的光弓生命值是不是开场太低了？所以他先丢我，还是我让我的光盾去死？这样讲有点怪啊！好，光盾这样子，好，你去你去诅咒这个光盾，好，让光盾吸收，哇，还是死哦。哦，好好好，牺牲一个光盾，可以。我要不要叫一个佣兵啊？叫个佣兵救命。可是这几个佣兵好像用途不是很大哎。好，那我就女骑士吧，哈，快攻，撞啊，撞过去啊，哇，秋风扫落叶，哦，碎哦，碎哦，碎哦，哈，温泉。算了算了，我也只能走这边了。撞你大树，撞啊，撞过去啊！大树不动啊。OK，好，拼伤害了，拼伤害了。哦，OK。第二关获得的是工会币，哈，工会币。这个吧，普通攻击或技能对当前生命值高于50%，额外造成100%伤害。那这样子，我开场的这个暴击应该就会比较猛吧。好，撑到第三关了。哇，这个打两关，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。然后前排英雄会放逐5秒。
我觉得我会被卡在第三层哦。诶，先来看一下遗物好了。圣光庇护，这刚刚是15秒，这是每3秒，这个应该很好吧？这个应该很好吧？蛋蛋，右边的好，右边的好，然后再来嘞，追击号角，这个也好哈，这个也不错哈。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让我们使用必杀技，对方会睡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一路往右，好，第一关啊，又是国王。啊，被放逐了，被放逐的话，我是不是要换一下？放逐罗万，亚瑟过来，这样子我光弓又可以吃到，不行哦，光弓挂掉了，我要上一个血少的角色是不是？有谁血少啊？不知道哎，塞西利亚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被古王诅咒了。谁的生命值少啊？谁的生命值比光弓少啊？奇怪，我上埃兹，埃兹难道生命值？难道生命值比光弓多吗？耀光哦，不可能啊！难道雷恩？好，这样子算是撑过一次国王的那个，可是让女骑士也挂掉了。嘿嘿嘿，射射射射射！好，这样子是牺牲打法，牺 牲一个雷恩哦。要挑战这个吗？当然，我也可以弃权啊，哈，我走温泉，这个是那个苏拉打法，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，至少都是要吃一个这个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就是要挑战嘛。可是话是这样讲，我最强的是光弓队，那没有了光弓队，我剩下什么？满血跟，我第二队没有角色变成是我要用满血队硬拼哦，这样也很好笑。还是我罗万留着给满血队。好，一开始被放逐，哇，被放逐3只，连我的那个光弓都被放逐了。好，对方有蝴蝶啦。哦，我觉得我这一关过不去有没有？被放逐3只了，前排被放逐掉一个。死去，我要死掉。好，第一瓶艾雅之泪。光盾，罗万，光盾被放逐，罗万还在。好，因为我有能量，开场我的光盾可以开一个大。拼啊，耀光三宝队。好，成功。但是我第二队怎么办呢？我第二队，对啊，我第二队怎么办呢？第一队我已经上了我的这个耀光的精英，那第二队嘞？第二队是不是要换装啊？哦，这有够麻烦。斯克雷格一定要嘛？我有练啊。然后萨菲亚、老鹰，还有狼人，古弓在这个地方。阿诺奇吧，阿诺奇应该是比狮子好。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去猜？我刚光盾没有穿装备我的力量装不够。好，阿诺奇。那我光盾随便穿一个装备好了。乱穿的。OK，好，这样子。第二关的话就是，吼吼，胖乎乎满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硬拼的了，那不然怎么办？穷啊！好，你看我的满血开大开大开大啊！老鹰死去，老鹰死去哦。好，狼人放在上面，不要切到后面啊！不要切后面，哇，元气弹啊！斯克雷格跟阿诺奇挂掉，可是佐拉斯
好像又要重来了耶。对，佐拉斯又重来了，那怎么办？哇，元气弹！啊，我的斯克雷格死去。哎，但是这一次佐拉斯重来之后，反而那个我打出来的这个怎么结果反而还比较好、哦？哇，哎，光弓队一箭啊！不行啊！真的是麻烦，看一下哦。还是女骑士啊，冲啊！可以，不可以，射后面。好，也不好，我看看喽，这个女仆不能死哦，女仆死掉，我的光弓队还能看吗？不行。还是亚瑟站在上面了、啊，他为什么会一直受伤啊？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女仆会一直受伤？为什么我的女仆会一直受伤？是什么的影响？是这个诅咒的影响吗？不对啊，这些诅咒都不影响，为什么我的女仆会一直受伤？她被什么东西打？啊，是不是老鼠的毒啊？哦，好像是老鼠的毒。应该是老鼠的毒药瓶吧？那如果这个样子嘞？不行，这样子也不行。那我上光盾好了，可能是老鼠的毒药瓶哦，然后让它一直处于中毒的状态。好，活下来了哈！这个女仆死，我就真的要重来了。基因守卫哦，哇！我实在是很怕打这一支之后，我又要再喝一瓶哎。我可能要喝两瓶哈，我可能要喝两瓶，不行，我们这个影片就是要挑战哦。狮子，光盾，狮子跟光盾。差一点就是35%了，血又回来了，啊，对，我有那个圣物啦齁，每3秒回血，那个圣物有用，圣物有用，有回血有感，回血有感，非常有感，齁，碎，哇，糟糕，光盾，然后我的那个斯克雷格开场应该就掰了，哇，这个是光队射爽爽了。凶啊啊！不行，好、哦、不行！凶啊！狼人切过去，狼人杀啊！狼人被杀，我没有前排啊！狼人切啊！好，第二瓶。我有罗万的对，他喝了之后，你可以使用这个第一队的这个第一队使用过的这个队伍。哎，我的狼人，我的那个什么满血还不够强哦。对啊，我也没有角色可以用啊，我的那个满血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样子而已。奈拉哦，好，先射冰魔好了。不过其实冰魔也可以不用管它，因为我有圣物，前30秒不能使用必杀技，所以冰魔应该是被封印的状态。好，遗物很有感哦，遗物很有感哦，打它单体应该不是问题。好，这个梦境灵环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之前用我觉得开场开大招对方会睡着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好，这个好用，好用。然后又来了，好，第二关是绿玉关，那我的满血关应该是留到第二关吧？罗万留着，好、哦，罗万留着，随便上个福克斯啊，好、哦，因为罗万就是省到第二关去，因为光弓队很强嘛。刚怎么了？啊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我看一下，前排会不会放逐？斯克雷格很重要。会冲过去的，阿诺奇也上好了齁，因为老鹰应该不是那么重要。
我希望只要喝两瓶就好了，三瓶我觉得有点超过。叫叫叫叫！哇，糟糕糟糕，斯克雷格不行。好，但是斯克雷格还是要上哦。三红家具，我们这个冲过去有这个哇，又挂掉，有这个增伤的效果还是有差哦。斯克雷格雪，加油加油，撑住撑住，靠圣物啊，死掉。算了，我不打了我不打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放弃了。有莫塔斯耶。好，其实我要玩莫塔斯啊，没有啦，其实是我放弃了。好，复活，还好那个你放弃一个精英并不会影响迷宫币啊。好，对不起大家，我逃避了。我不想要这个，我不想要再一次这个深渊模式就喝两瓶哦。至于一个礼拜好像也只有三瓶而已。那这样子不划算啊。啊，我的亚瑟死掉了齁，亚瑟死掉了。那还是用光弓队好了齁，莫塔斯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吧。开场开大招，对方射一下。莫塔斯。啊，莫塔斯，你是在冲什么？哦，莫塔斯没有用，他怎么讲，他被狼人切过来了齁，好了，不怪他了。你切过来的话，我用光弓撞你，狼人撞到后面去，撞到后面去喽，啊，光弓死掉了。好，射老鹰，化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不要喝眼泪啦，舅舅，可恶，用遗物跟你拼。我的遗物会回血，跟你拼了。哦，喝两瓶泪，3333高阶币 ，OK， 获得什么？哦，我本想说要录这个那个什么梦什么那个什么奇境探险了，但是我觉得不行了，打完这个异界迷宫就已经没力了，喝了两瓶，一周是送三瓶吧，对不对？这是日这个每日任务没有送艾雅之类哦，来看一下，100是一瓶，这是每周任务哦。然后60一瓶，好，20一瓶，所以一周三瓶嘛。那我刚刚打这个我喝了两瓶，所以说一个礼拜会碰到3到4次嘛。那这样喝到6到8瓶的话，其实就开始要变负的咯。哇，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困难一点。对我的这个小号来讲啦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录这个奇境探险哦。OK， 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